这个真是搬三了，真是心疼，心糟。今天来，你看，来了好多好多朋友，一波一波的来，是我的佳作，增加。等会儿啊，再不等，这是最营养的那个了。Okay, that's enough for me eating. Okay. More food coming in. 看他就指点你，你们哪些地方没到位，然后你再来表演一下，马上你就看出了自己没有那个区别。哎，但是老大你说要时间再慢慢洗，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活动，我下周就去参加一个绿岛，他们邀请我去，就是 Green Party 啊，那个他有一个模式讲演。然后我们再去去他每天是进出十几次到二十几次哈，有时候高达就是这个是非常要抓准那个瞬间的拍节，然后进出。我就说哎呦太不可思议了这样。嗯。不然的话怎么叫？叫高手呢哈？怎么叫？那华人巴菲特呢啊？对。嗯，就是超长的一面，那个太惊奇了，我就觉得走的不是一个办法。哦，我觉得你那个，那你这样没给我留个名字和电话，然后我现在再去试。而且澄清了很多事情，而且是我们这有高度啊，但是效果我是感觉因为是这个。你要看我的本书看看你就知道了。哎，你等会儿把你加进去，我等会儿回去就给你做编号，就怎么样来的？编号，但是主要还是你编号。好，你等一下啊，小红。哎呀，小那个小那个。怎么样？里面他们还怎么样？还可以啊。吃，挺好吃，挺好吃。行，我先给拿进去。好吧，麻烦你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我再拿一盆。中国人吧，有点喝。好一点，要是老外的话就我们这是老外多，这那边就是欧洲人，欧洲人啊。这张原来我在这里转过，然后挺有感觉，就是但是没有你那个大房子，对，大房子之后我想有一点小。对，老杨在，什么？
了，不，哎，那个，老田没了，对。他做新闻工作的时候，